没事，没有，我在记录，我跟他们确认。那你过来帮我揉这个，用手揉到。你不要是 Q 他了。我跟你讲，你阿伟，你更不要害怕，他超会找别人帮他做事。对对对对对。阿伟，怎样？今天没有叫你哦。我知道啊，你有阿伟叫就不会叫阿威了。你是不是吃醋？我不知道，你是不是因为他今天有阿伟不找你就吃醋？阿伟，你要不要来帮忙阿伟？没有没有完全不用。阿伟，这个帮他帮他穿围裙，阿威帮。 阿伟，哦，穿围裙，谢谢。阿伟，谢谢。哇，蛮浪漫的。这样开心吗？可以可以，这样可以。不是啊，我就是认为有我们用啊。好，啊，你都来了。是啊，蛮热的，你就只围围裙就好了。对了对了，什么情色画面？呵，啊。 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，这样会不会长？Oh my！不会不会，你很久没流这么多汗了吧？哎，你没有白来，记得唱来唱下主题曲。今天就想吃，啊是吗？对。呵呵呵呵。 啊！康哥这个脸已经被盯着，要不要擦药一下？好害羞啊，有小腮红。我要太白粉有吗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下面的。OK， 好。 然后你要炸油，对不对？对，等一下再，我先裹。对，再我说炸油，等一下在旁边。唐文义，好，哦，要要要，哇！我们会之后就蒸不到人了，会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不是很多人会像阿伟一样自告奋勇再来一天，对。 像唯一都把我的line封锁了，不知道海芬姐会不会下次又会再来。海芬姐绝口不再提，帮他擦个汗吧。可以，我觉得好像可以了。谢谢。你可以把它揉成这样一坨，然后捏成扁扁状嘛。好好好。你今天有化妆吗？没有。那就没有事了，留。很扯。哎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我觉得你这画面值了啦。